点一个人咖啡。欢迎光临。这家店可以调出任何你想点的咖啡哦。不行。其实我那就是来应征的啦。明天上班。哈？录取我的人是等一个人咖啡的老板娘。啊，同学长，原来你也在这里打工哦。没事做，当然就打工赚我的旅费啊。我以为可以天长地久的爱情，说没感觉，就真的没感觉了。跟你说一个秘密哦，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常常来我们咖啡店的男生。为什么真的要等一个人呢？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在等一个人。有个任性骄纵的女孩，和一个逆来顺受的男孩。女生真的很难懂，我一直都在等像你这样的女人出现。跟你说，前两天那个男生跟我告白了。真的？晚安。没办法喝咖啡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调出那杯传说中的老板娘特调。不知道这个雨落下多久了。